您好，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心台电的消息。台电2019节电活动已经起跑，去年有超过270万户民众响应，节电达13亿度。今年活动主打“我节电，我骄傲”的节电生活美学，找来自家球队明星代言，也拍摄了相关的宣传短片。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。我节电，我骄傲。台电2019节电活动已起跑，民众可以到活动网站了解节电奖励措施及相关活动。7月6号，台电节能智慧屋体验将在宜兰同万节开跑，欢迎大家一起来玩。今年台电找来自家明星球员，女排队长张丽云、男排快攻手严正富担任宣传大使，主打“我节电，我骄傲”的生活态度。更制作时新的6秒级短片，以幽默有趣的方式传达懂节电，人与人之间才会更来电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。好热啊！省下几度就是我们的生活态度，让节电成为每个人感到骄傲的生活方式与态度。台电公司综合报道。这里是台电影音网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